啊，都温良伫咧厝坐袂住，我毋则是讲哦，啊，带伊出来行行咧。嘿，王母娘娘，你好。嘘，较细声啦。啊，那无，碰气哦，人家都来吃我的面包。啊，树上有碰气哦。哇，这位，我住这家，住这家碰气的哦，较细声。嘘。好啦好啦，啊，先安尼吼。姑娘，嗯哎，阿郎嘞，哎，姑娘啊，哎，姑娘啊，啊，你要去倒，你莫小甲我讲一下。牛妈妈，较小声，那碰瓷我你惊走去哦。拜谢啦，我你若无甲我讲，我来知啦。嗯，碰瓷在倒。我不要紧，脚敢那小老着呢。我给你扶起。哦。哦。快，带我去你家。紧，你安怎无？来坐。牛妈妈，我今日要行，你还没甲牵条条，我会歹坐呢。你先歹坐啥来？你坐我是甲你抹药啊吼。我免啦，我脚也无老火，也无安怎啊？免抹药啊，我安尼好好。小歪着呢。好啦，你的脚是安怎啊？伊无说你跋倒去崴着啦。唔是啦，我唔是无说是跋倒，是小步甲摔个啦。爸，嗯，你讲的小步是啥啊？去疗养院拄着呀。阿姨，你走去找 Jessica。对 ，Jessica 是白骨精哦，啊，小布是小布，无同款人哦。哎呦，哎，够我歹势啦！啊，我都看到迄 Jessica 安尼哦，我都挡袂牢啊，啊，得走去啊，假死一个。这样敷沐浴乳，愈洗哦愈痛苦哦，自己阿呆被骗活该。哼，什么沐浴乳？你讲较清楚诶，嗯？哎呀，无啦，小可甲创滴起来，袂甲害死啦。对啦，白骨精哦，今摆阁活了好好，要么小布因人死翘翘。啊，你莫后白讲我无啦，迄是小布诶，甲你起笑到后白编故事诶，你无人死啦。啊，你来大声，我惊着咧。无啦，我惊你吼。仙女姐姐跟铁扇公主误会啦。嗯。阿姨 ，Jessica 伊出头真多，你哦唔通家己走去找伊，要那无家己吃亏就危险的。好啦好啦，歹势啦，我以后会注意啊，别搞你烦恼啊。时间无早，我先来转吼。哎，阿姨，爱要吃饭，老赖做伙吃啦。
唔免啦，我无胃口，恁食哈。我先来。哦，落去洗了。哦哦。嗯。你感觉阿姨看起来怪怪？嗯。我嘛真罕咧看到伊哦，因为久久啊话反应遐尔大咧。啊，就因为哦，有人死翘翘，真是有人死翘翘。你讲像死翘翘，讲较清楚诶。我拄仔毋是讲过，啊，就小波因翁啊，因翁死翘翘啊。小波哦，真生气啊！伊讲是牛妈妈给害死的啊！啊，不过哦，迄拢是真早以前的代志，真早以前的代志，比真早以前更加真早以前的代志，真久啊，真久啊！姑娘，你讲这话拢是小波家己讲的？哎，伊搁讲啥？无啊，啊，就刚刚讲安尼尔。哦，我冇看。哦，看牛妈妈，因真惊咧，啊，小波真生气咧，啊，好，怎样？你是看到啥？我足疼，我头足疼，这足疼，我头足疼。麦克熊哈，麦克熊啊。几十年来，李芳拢无消息。我俩村，你早都无伫这世间啦，想袂到我阁有甲伊见面。玉山，来，你爸。以后哦，你要替我表嫂出来，还给我照顾囡仔。你若是无去嫌哦，你要搬过来跟我做伙住，啊，顺便甲正祥接过来家住啊。安尼你会用先出税钱，慢慢两边走来走去。哎呀，安尼歹势啦。哎呀，你是咧跟我客气啥？咱是好姊妹啊呢。搁再讲啦，啊，正祥甲小布丁哦，把差不多变做伙。你若是搬过来家住，安尼小布丁哦，就更加伴哦。啊，对啦，这是文安。啊，江大哥。以后哦，你要叫永顺就好啊。啊，那呢，以后就麻烦永顺兄多多照顾。永顺，啊，我跟你讲过几多遍啦，啊，小布丁伫咧厝，你也莫伫咧厝内食薰。你拢甲我讲好啊，大概安尼讲袂听啦。啊，小布丁搁咧困啊咩？啊，就算讲伊咧困，伊咪闻着昏迷啊。你看，小布丁精神啊，一定哦是闻着你的臭昏迷啊啦。玉山，我先入来房间看一下哈，好。啊，你讲美芳啊，熟识偌久啊？自阮咧做洗头小妹时阵就熟识啊。安尼交情应该是袂歹啊，对啊，那阿久都无联络。哎，因为哦，阮翁过身啊，啊，所以讲，我就把囡仔带倒去旧厝住。也毋过最近发生一寡代志，我就搁带倒来啊。你一个人照顾囡仔？应该是辛苦哦。嗯，没啦，为着囡仔哦，辛苦嘛无要紧啦。阿伯，你就好我做啦。阿你身材这么好，身躯边阁无一个查甫人，一定哦有一挂麻烦。以后外面哦，若有人敢甲你欺负，你就甲我讲，我绝对会保护你。啊，多谢。只要一句话哦。就无人敢来顶当啦，美芳，敢无甲你讲，阮老爸是啥？人叫阮老爸海王啦，伫咱南北二路吼，化水的天堂。
在江湖上只要有人听到伊的名号，咱就惊到死。无人哦，敢无会面子。好啦，你坐啦，我出来吃一份。孙兄，涂骹我打流过，还阁小可澹澹，你走路较细腻哦。不要紧啊，你偷偷来啊，我会等你啊。啊。你讲过身这么久，敢讲你有无想要找一个查甫人？啊，目前无这个想法啦。安尼，敢袂挡袂掉？林水呀，我听不你讲啥。林子，你出来！你出来！你别再叫啊！这小娘子啊，该下辛苦吼。我不会想收钱，你叫人也唔知好歹。你看我怕死，我不是故意，我不是故意。李红现在还住在那疗养院，表示他当年精神错乱以后，都无再恢复正常啊。也不过一看到我，马上就认出我是谁。伊到底对过去的代志，搁会记偌济？虽然当年法院判定我是正当防卫，也毋过海王早就放风声讲要为伊的后生报仇。我改名以后，搁逐年搬厝，完全甲过去切断啊，嘛毋敢交朋友，一直来到这个市场才安定落来。今后到底是要安怎做？海王敢知影美凤住伫个疗养院？伊的草根小布丁呢？敢是去海王带走啊？